这样 OK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看见监国董其实情绪相当的激动，他在刚刚致辞第一句话就说打给后，我是妈祖，别为阿明，用比较不同过去的表达方式。那么他也强调自己是妈祖的养子，妈祖也可以这样说，要不要出来服务不是为赚钱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要看看妈祖的旨意。不过当然他这番话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了，我们稍后持续带大家关注，要把更多的时间交给邓威，告诉大家今天的新闻聚焦。